庆祝警察节甲肉粽节，鹿港警分局马明派出所是来联合警察志工爱心白米白官员陈秀宝，摕着肉粽、白米民生用品加五十一个礼金，前往学区内慰问82岁王姓老阿伯。阿伯，我先讲吼，观光节快乐啦！吼，即摆五日做吼，啊，所长真用心，啊，有传肉粽，啊，有传白米，吼，啊，来给恁做个好事。小小的关怀，小小的行动，虽然无阿多马上改变因的家庭困境，但是充满着满满的爱和温暖，予阿伯真感动。家你看关心，感觉哦，感觉真好，哦，真欢迎，真欢迎。鹿港建分局北平派出所早起时会同警察志工、爱心白米白、各关议员陈秀宝，载着民生物资、白米各红包，来到马兴村王姓老伯厝内进行慰问奉祀。秀宝那个陈议员啊，那个我们金友善哈，啊分局啊跟我们志工啊白敏博哈，啊端午节要到了啊，来慰问那个我们辖区这个农民哈，他。年龄82岁，很高龄哈，啊，他只靠政府那个14000的补助，他要养一个老夫妻，啊，一个有身心障碍的儿子哈，啊，他生活困苦，我们就拿一个物资啊给他们哈，让他们有一个过一个佳节，哦啊，也更过一个我们的警察节更有意义。环境也希望借由抛砖引玉的效果，带动更加多人团体投入关怀弱势家庭，让伊当感受到社会温馨的一面。多中华新闻林桂英、秀水采访报道。